怎么样的咖啡才能抵制夏天的炎热？两分钟学习四款风味冰咖啡，每杯都适合门店出品，感兴趣可以测试。一眨眼就会总有你喜欢的一款。研磨18克简山二号黑巧拼配咖啡豆，优点就是油脂丰富，甜感高，缺点就是喜欢酸的朋友不喜欢这款。接下来带大家康康咖啡液，压粉，太耐斯了。杯内加入少量牛奶，适量橘皮糖浆，搅拌均匀，加入冰块，牛奶加入8:9分满，加入萃取好的咖啡液，装饰，适量香草膏，适量牛奶，搅拌均匀，香草糖浆适量，再次搅拌，加入冰块，适量冷奶泡，适量浓缩咖啡，装饰一下，二盖青柠汁，适量柚子酱，适量山楂糖浆，气泡水打开，少量气泡水一搅拌，适量冰块，浓缩咖啡液加入冰块，奶泡器打发，呈现细腻咖啡泡沫，关闭滤网，过滤冰块，气泡水补满杯，稍微装饰下，杯内加适量冰块，威士忌适量，稍微搅拌下，冰块补满杯，适量浓缩咖啡液，气泡水加入满杯，肉桂装饰下，燃烧一下激发香气，你更喜欢哪款呢？评论区探讨一下。我是小药视频制作，不易喜欢点赞收藏，学会了吗？叮叮叮。